商標係用嚟辨認唔同企業嘅產品或者服務嘅標誌，只要運用得宜，就可以吸引顧客，增加顧客對產品或者服務嘅信心。有本地鐘錶公司就透過註冊商標，有效咁建立成功品牌。我哋公司萬希全係喺2010年成立嘅，係香港首個擁有陀飛輪機芯技術嘅鐘錶品牌。我哋註冊商標，建立自己嘅品牌，進行市場推廣，例如參與貿發局舉辦嘅香港鐘錶展同埋珠寶展，向全球業內人士展示我哋嘅品牌產品，令公司邁向國際化。我哋而家喺香港、中國內地、台灣、日本都有註冊商標，而且成功打入日韓嘅市場，躋身亞洲潮流品牌之列。我哋嘅品牌獲得電影角色、卡通人物、中外名人嘅授權合作，推出各種設計系列，開拓更多新市場。商標是重要的商業資產，知名的商標有利於跨行業合作，更可以進一步提升品牌價值。